无食性，一尽实法，来应万万众生机，真如无上觉如性，性真如之道无起来，性因来果，果性正觉，用心来体会啦，确实呢，儒家是性一尽实法，来者是应万万众生机，那就是佛陀啊，来人间是以真如本性。啊，真如是咱人人本具，只是咱人人呢被无明埋伏着。佛陀去悟到间的理，破开了无明，将悟到真理实相，性真如本性，透彻的来应机说法。所以一真实法，一真无二法啦，咱的心性，众生如一，无差别啦。人的形态也好，种种生物形体，虽然各因缘果报，心众生无同的身体，无同的性命，确实呢，有甲咱同等的本性，所以应着万万众生机，万万的意思，就是无量啦，万万就是亿啦，亿亿万万，无法度去算计的生命体类，众生的境界。咱人啊，干那讲人，人的形体的性命，形体是同款一类的人，确实嘞，咱的性命失去。失去生命，长短无同，确实呢，失去呢，也是真极端无同。有的人聪明智慧、善顺、善解众生心态，就是有的人呢，就是乖为无道，不修道理啦，不如真法啦，总是呢，真罪，无法度去理论啦，迄种心灵心态。
这是心灵的生态啦，就亲像呢，亿亿万万无法度去算计，遐生命体共款，所以人也是伫众生类的内底，佛陀来人间。救度众生，常常讲一句，就是要让大家人真了解众生，不只是单指人，但是呢，咱现在的人，敢那会当向人来讲话而已。敢那对人讲话啦，就要应万万无数，伊的心态、伊的心机、伊的心地、伊的等等啊，这种，所以敢咱人叫做道。众生，众生，人的心态，万万亿亿啊，无法度去单指多济。所以呢，佛陀来人间，都要用这么多啦。人的心态无同，迄个根基呢，应基去到。这种有条之间的道理，安怎样才会当，让人的无明一点一点啊，去打开，让人会这么这无耻，会积这么这多苦。苦不堪的人间，那就是因为咱人心态，迄种的无明覆盖，现在愈来呀，是愈辛苦，无明茫啊，天罗地网，要爱咱。安怎样会当通打开这种心态的天罗地网呢？那都要应用着现在的人间，你唯有你去应万法，唯有你用万法啊，无数的方法。去教导众生，所以讲用法度，咱听人讲啊，阿度无法度啊，啊无法度，都还搁再想办法啦，用法度来解决。啊，那一句讲无法度啊，那干就啥？无救啊！呢，佛陀不放弃，无有未救的人，还是爱救众生啊！尽管万万万万是亿亿千千啊，无法度数。不管伊偌多，伊心机心态啦，因佛陀呢，就是爱用心来教化，所以真如无相，即如实，真如
真如伫倒位啦？常常师父都是安尼讲，人人本具真如本性。真如是生作安怎呢？差不多呢，就安尼甲咱讲，无相。无相呢，则是真实相。咱逐天都是过着无相，也过着真实相。每一天啊，只是咱家己不觉。无相，时间当恁超凡，迄个时间是几点呢？用数字去看，是3:50啊，超啊！大家人安怎的动作呢？现在呢，这个时刻又是什么动作啊？这当你的第一声听到板声，迄个是声音有相无？是无相。敢无相，有两支棍啊，爱有人啊，这两支棍啊，爱互相敲打。这棍啊，的声音，棍啊压伫一个人的手，一个人的手。两支手来敲，这么远的所在，这么正多的房间，声音哦，穿过壁啦，越过窗啦，大家人听到啦，都有动作，起床咯，这是不是相？这就是相。声音穿过壁，越过窗，这两支棍啊，无去到你的头前敲的，在远远的所在，唯有声音啦，会当传遐远去，和咱的空间遮大，听到。到底伊是有相啊无相？这些法方法啦，要互大家人听到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敲，敲出去，声无相，哎，当头传话，传话过了墙壁。大家人听到啦，就有同款的动作。这个动作现在伫遮，现在是几点嘛？这时间无形无相，不知不觉呢，安尼过去啊啦。无相，伊是无相，确实呢，是如实相。那么这个时间呐、啊，停落来啊，我想，咱绝对无法度好过啊。地球本来就是。顺着轨道在咧轮转呐，秒都未当差，几个年都爱轮一回哦。
中国的这个历皇帝啊，他春夏秋冬要安怎样分的准呢？那就是需要爱对准，要安怎样？会当可以富贵，安尼伫人间，总是呢分秒中爱袂当差。几年啦，老几年难免啦，哦有差，都还搁再调一下。过去五年两轮啦，这叫做轮过。真呢，就是用时间啦，各位认真甲想啦，这都是道理，这都是真理，在咱的生活中伫咧过啊，咱捌去甲想着无？一撮人毋捌去想遮个代志，逐工都是安尼过啊，所以咱都爱人人这个真如本性，咱应该佛陀说一啦，咱来知千遍，因为呢，佛陀在人间觉悟了后，说法众生这呢这多，讲这个法无同的根基。无定着爱搁重复，再搁再重复，定定甲逐个人讲，真简单。第一次的说法，面对五个人，四体法讲三遍，三转四体法，敢若对五个人讲。都爱三遍，何况呢？用亿亿万万根基的众生，道理是真，总是呢不断爱反复讲。四十九年间，过去的四十二年，佛陀敢若应机。应机祷告，伊都爱费尽心机，和大家人有共一个方向，讲这是佛法，正是佛法，要互人认识，甲他介绍，用种种宽的方法，方便。对这么多众生，确实呢，用四十二年，四十二年过后啦，开权，就是破开了这个方便法，回到回来，讲一时大乘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讲七年外。到个最后涅槃前啦，刚说来涅槃，安尼是八年，所以讲起来，这四十九年的说法啦，真正费尽佛陀的心机，咱离佛陀两千多年啦，应该咱。将真理了解，佛陀下去悟到什么呢？悟到的，那就是真如。啊，真如呢，讲来就是空，是无啦。
无常啦，啊有啊无，啊有啦，是真实的啦。所以真空啊，妙有啦，我称为我，但是啊，我的这时的我，不是拄只行入来的我呢。这个分秒时间过，身体呢新陈代谢过，相还是同款，安尼的相嘛，累积起来，乍看啊，嘛是他都爱行入来这个人啊，其实呢累积过来，看过去啊。同款坐伫遮，迄个录影落来，无同啦。尽管位置同，但是就是无同。所以讲，是真的永恒吗？无啦，相绝对不永恒。所以真空啊，想到底伫倒是空啊，那真如是无相，真实的。囡仔时代有真实无？无啦，过去看相，我囡仔时代是安尼。中年的时代的我有真实无？无啦。中年的时代，我是安尼，这拢在分秒中演呐。但是呢，人人无离开本位的我，你是你呀、啊，我是我，伊是伊呀、啊，人人都有家己的我伫咧，所以吼。这些道理若要讲到透彻，大家人拢清楚啦。这要用真久真久啦。不过咱若会当，已经发听遐久啦，一点应该都知哦。过去嘛是有安尼听，是啊。真空妙有，这种来应万万众生机，咱的根基就是爱安尼时时提醒记忆，所以真如无相，却如是，这就是真空妙有。性真如之道，无起来道理，真如的道理，安尼来啊去啊，去啊来，昨啊今啊日啊，时间拢差不多，但是呢，昨都是昨嘛。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嘛，昨昏甲今仔日差伫多位呢？好、哦、差真多咯，亲像台湾的九二一，那想到迄天已经呢，天摇地动过去啊啦，有一个方向的地方呢，中部啦。无啦，尤其是中部、南投、台中，当时灾情惨重啊！从一点外透早，就一滴一滴呢，到天光到日暗。迄天日是安怎过来啊？时间虽然啊。是安尼，伊是
无停，是安怎那会跌宕啊？是安怎那遐尼侪苦难人啊？是安怎那会动用遐侪人啊？那无遐侪人呢？遐受伤苦难人啊，要安怎啊？那无遮侪人啦、啊，因的心，因心要安住的地方，因生活的安稳，迄段时间要安怎过啦？人间菩萨，迄个时阵都开始将地涌出。大家人阿个会记，蓝天白云从地涌出，这日日啊，年年都故事，讲伫一个时间内，所以，敢是真正无去无来呢？还是有去呀、啊？有来呀、啊？有过去呀、啊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过去的呢，是偌呢正多的代志，啊，总是呢，过去啊放下了，心不在意啦，啊，袂去了啦，过去啊，唔过呢，袂会袂记哩，这些。菩萨走过人间的路，佛陀教咱行菩萨法，这是也是一大事。因为一大事，人间的一大事啦，苦集要安怎去灭除伊的苦难，用方法。去甲帮助，这道理呢，甲人发生的代志是不可分离的，所以这的代志还是历史，还是时间累积的时代，亲像墨西哥的大地震啊，已经。真少年，这嘛是因的悲痛的真少年，所以天下的啦，这种人生苦难事多，佛陀呢为一大事，因为人间有真多真多的大事发生。佛陀也是为一大事来人间，教菩萨法，开发大家人的爱。倒一个地方有什么款的大代志，都要真侪人也爱心涌现出来，才有法度。墨西哥。一波的水灾，因为呢，咱一年来的时间，伫遐布善经济，迄个所在也有一群人啦，伫咧帮助，这可见啦，道理都是不断不断爱报答，布善经济。同款啦，为什么呢？法爱讲爱听，亲像安尼听起来好像很冗长，但是呢，这是咱人人拢爱清楚，所以咱爱行真如之道，有起来，其实咱。迄、那个真理是永远存在。佛陀呢，
无时停下来人间，无停下啦。因为时间伊是永恒，都亲像虚空共款，伊是永恒，是咱地球伫咧绕这个轨道。对佛来讲，伊的时间是永恒，永远无离开，这就是道理。道理呢是真如，真如的个性是无去无来，无你的囡仔时代，无有我现在的老态，无啊，拢是真如应在。今生来生拢是应在，只是咱是毋是有去互无明牵着无？若去互无明牵着，咱是作业会起来。咱若无受着无明牵，咱就是清清楚楚、来来去去啦。就是宿命的来去，就菩萨道和佛道呢，成如来法，来啊去啊，永恒自在，就无有什么起来的分别啦。所以成因来果，果成正。好的因缘成相啦，已经呢，是不上升到在人间，弥来佛啊，现在弥勒菩萨是未来将在人间成佛，他离咱的时间用人间来算，还讲。56亿7千多万年呢，长久的时间，这个空间这么大啦，时间这么长，要等到那当阵，才真正佛的因缘成熟，现象成佛，也咱的释迦牟尼佛成佛啦。在2000多年前，但是伊的法真实啊留在人间，但是呢，上烦恼的，上烦恼差毫厘，失千里，时间如长啊，从正法至穷法至末法。这是真担心未来啦，各位要真用心去体会吼，这个法呢是真真实，却也是呢，咱很无奈。到底2000多年后的现在，佛法。是安怎变的？也是无形中伫咧变啊。过去，一唱法啊，很像佛陀在世，迄种的法已经过去啦。现在是伫我的法啦，亲像佛的法，很像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。用安尼的法来转断安尼的法，所以叫做末法。哎，这都是咱爱真用心，所以啊，大家人爱用心去体会吼。那佛陀终涅槃的时，他。心烦恼，伊毋是烦恼，得要往生。
他烦恼的是狮子虫啊，这只狮呀，唔惊外面来伤害，上惊是狮呀的身躯内底啦，诶，虫真困扰。这只狮上困扰的是狮呀面顶的。这都是想烦恼啊，这些很无奈呐。查好你失切你，在安尼的幻化中啊，所以见人离苦，咱即当阵发化经，就是得随喜功德。咱知影如来法呢？来人间就是要解开人生的苦，咱若道理通天，咱才有法度解人的苦，这叫做法度。那这个法度，咱来大心培养咱的心，见人离苦得乐，心生欢喜，随他。人自欢喜，心自欢喜，这是自心啦。看众生的欢喜啦，虽然有苦，但是有人有爱，去解开伊的苦，看到随喜功德的人生，在我的面前，自这人。从墨西哥回来，互相赞叹，看到苦难的人，展开笑容。这种看人离苦，心生欢喜，这些人，安尼去解抚慰呀，去解掉了伊的身体的困难呐、啊。看到，哎，予人用福的入来啊！经过了拯救、拯救啦，了后爬起来，会当安尼开眼笑啦，站起来，行唔免人扶，欢喜、感恩离开。真的看到，都大家人欢喜呀、啊！是啊，在迄个苦难中啦、啊，一群的菩萨入去啦，看到真多，虽然是苦，看到因离苦呢，尽管是暂时，展开了因的笑容，大家人。就心开啦，欢喜啊！这种的感觉，大家人唔知有啊无？也那是我呢，听到因安尼啦，啊，我是足欢喜的，真正随他人之欢喜，自心欢喜，因直接看得到，得了欢喜啦。回来讲给我听，啊，我嘛真欢喜。虽然别人去做的，我听因讲做对的代志，哈做都对啦，欢喜啦。所以，随己所喜啦，譬如布施。咱看别人伫咧做，做甲真欢喜，咱嘛是随意做啊。啊，咱家己咧做的事呢，别人嘛会甲咱随喜啊。咱家己做，咱欢喜，
做的人真欢喜，啊，别人呢，嘛来甲咱布施，来甲咱援助啊，啊，来甲咱援助的呢，用什么款的来援助咱啊？富的人，富家布施给咱金钱，不管是小小啊一点啊，咱嘛足欢喜。要有人呢，以大富、大布施，付出金钱真多，好、哦，咱嘛是感恩啦、啊，欢喜啦、啊。也那是贫困的，是水草，伊连钱都无，哈、啊，伊是一点啊水，滴水也成江啊。供应真多人，解渴，好，咱嘛真欢喜呀。缅甸呐、啊，他无钱，因每餐啊吃饭以前，去买一杯米，看到因提顿啊的相片，一杯米，一杯米啦、啊，安尼几个月累积起来。一个月，放伫迄个塑胶铺伫涂骹，安尼倒落来啦，遮大堆啦，即种无钱的人，一百米一百米啦，五六百人呢，有法度救济五六十户，迄是不可思议呢，所以看到安尼。提回来报告，那个相，相提回来了，啊，很震撼啊，所以无轻是一点一百一种的布施，这个欢喜，各随所喜啦，该为布施，只要你的能力做得到，只要你欢喜。我隆重替大家人欢喜，每一个我都欢喜。在做的人，这都是领掉了我，这大堆的米啦，拢我的，因为呢，我这大堆我拢有米在吃，但是呢。啊，倒一辈是你的，唔知啊。但是呢，堆积起来，一大堆都是有我的米底下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滴水入大海啦，这大海的量呢，也是有迄滴水，所以咱爱真欢喜，用心少量啦，会当变。大量的去付出，所以只是随机器，哦，随家己所欢喜啦。那譬如布施，这种的方法啊，咱拢真清楚，所以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啦。佛法经，咱正面呢，佛陀所讲的。那就是你是佛果弥勒菩萨摩诃萨阿逸多啊，如来灭惑若比丘比丘尼，犹婆舍犹婆夷。这是正面讲吼，下面今仔日开始要讲及夷帝者，欲定欲有啦，闻是。经随喜意，将法回出，至于异处，若在正房，若空寒地，这就是佛陀再个再个弥勒菩萨讲啊，未来啦，那是有人，不管意思，这回，这回。
总是呢修行啊，修在一种清净心，刻意无过犯，这拢总是有智慧的人。这呢就是喜乐，真正呢应该咱爱真欢喜，爱甲伊赞叹，绝对毋通甲伊诽谤。这呢是佛陀安尼甲弥勒菩萨安尼交代，因为弥勒菩萨有伫咧问讲，安尼随喜功德啊，到底呢得偌济福啦？佛陀就是安尼解说吼。这个人因为呢，伊是闻是经随喜，伊听经随喜啦，经安尼讲啦，就是爱随喜。了后看人伫咧做，心起欢喜，安尼啦，就会当有利益啦，因为甲人赞叹。你安尼对，做得好，讲得好，等等啦，即件人得益，心生欢喜吼，安尼真好啊！听到人咧赞叹伊，咱嘛是真欢喜，不生嫉妒，绝对袂嫉妒讲你哪会赞叹伊，哪无赞叹我？啊，我嘛有讲啊，我嘛有表达啦、啊，哪会无？赞叹我呢，这唔通起嫉妒吼。文所说法，以心和顺，不管按怎样，咱的心拢爱真顺，不生为利吼。啊，爱好法用心啦。所以呢，欲中欲有啦，欲男欲女啊，欲有意来发挥，欲无心到功长。不管老幼啦，是有意来听法的，或者是无心呢，到功长去的呢，是被劝来勉强来，或者是呢，听一种，听一段，听一句，听一句。这种听好熬啦，本来我都无想要来听，但是我听到了，一种一句一字，我都欢喜。这种无准备要来听，而听到了，我也欢喜。这个人也是闻是经随喜，这是随喜的人，不是准备要来听，无意听到的。他也欢喜吼。将发挥出来，记忆移出，或者是听经完了出去啦，出于发挥外面，多于移出，有到的地方，他呢就是口口相传，那有到人，他都一直传啦，我听个真欢喜哦，那这安尼呢，随力所能啦。为人演说，
我听到是安尼啦，真欢喜，这句真好用，欢喜啦。若在清风，若在空寒处。不管是伫讲堂，是伫静的疗房，或者是伫空寒的内底坐呢，拢总是听了后真欢喜。这种欢喜啊，应该呢，咱人人都爱去感受得到。亲像墨西哥，听到因回来，也有录影回来吼。迄情书语四国的翻译啦，情书语也有几啊个市场哦，因拢甲伊当作每一天啦。情书语要甲我讲啥话，我今仔日要照这个话去做，随手献一句，就是这句。我就是今仔日要做的代志，这呢，嘛是辗转相告啦，无同的语系啦，这种的意思呢，因何用提起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相传相告，这就是文化随喜功德。会当传到安尼程度，真正是予人赞叹。各位菩萨，时间呐、啊，就是安尼流逝过去，无形相，但是无形就是实相。咱来好好把握伫这种无形相的真实法理呐、啊，哎，好好把握，时时都。用心吧。